黄子佼和孟耿如结婚后开心迎来爱女小玉米的诞生。日前适逢母亲节，黄子佼出席活动也和大家透露母亲节怎么过。黄子佼爆料爱女用自己的信用卡请孟耿如吃母亲节大餐，更透露女儿存款已有六位数，都是出生满月过年的红包，感谢那些叔叔阿姨和干妈。而说到即将满周岁的小玉米，黄子佼也透露会帮女儿办抓周仪式，坦言心情很紧张，笑说希望抓现金，这样以后就不用太担心。太太讲得很好，这样不要抓太浮夸的东西，希望她在安稳中长大，不要太多大风大浪，无意间再次散发出为人父亲对女儿的爱意啊。Bye.